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这个季节，那个基本上每天都是刮大南风，你看这外面还是风特别大。然后就现在这个季节真的，因为风大的话，我们出来开车出来的话，一般是很少开车出来的。所以我今天准备真的再来这岸边巷子这边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过点螃蟹回去。走，那我们就来出发吧。我还以为是今天真的会空气，刚刚朝了一大片过来，都没有发现，就发现一两个小小的。应该可以吧？你还不肯出来？过了老半天，终于出来了哦！怎么样？哇，这个都还行哦。你看，不来都不来，一来直接来了个都还行的。可以。喂，你干嘛？哇，还挺肥的哦。哇，你我做多干了一个伤口，为了给我说一次新鲜，你看，你分哥付出了不少代价，是不是？还行啊、哦。还行。是一只母的，都快变成，应该这个快成黑母了吧？还挺肥的，不错啊、哦，今天必须来吧，肯定有个半斤左右啊、哦，走吧，再来找看。这边就有一只，查了老半天终于发现一个了啊，应该是活的吧？哎，活的，来，你干嘛？哎，哦，这有个洞，难怪，就在这个洞口，直接给你勾出来了。哎，你还积极送信号用吗？是不是？直接给你踩住。这只够大还行啊、哦，有个二两多吧，还挺肥的，可以带走。二两以上的咱们都可以带走。你看，现在这种洞有些的几率会比较大啊、哦，我们来勾一勾。这种就不够了。哎，下来了！来，你干嘛？你别我就跑进去。可以，这个够的还行啊、哦。哇，过了老半天，终于给把你勾出来了。来，来吧，直接给你踩住。怎么样？够的还行吧？可能有个半斤左右吧。肥度还行，一般般。又是一个。再来找找看。哎，这边就有一个。个头感觉不大。还不肯出来，个头还行啊、哦，又是一个，来，你想往哪里跑？来吧，你还放不过算了是不是？真的是不来都不来的，一来都连起来两次啊、哦。这次个头还行，应该有个三两左右吧，二三两，又是一个。像这种洞就比较好过，这种洞不是弯洞，它这边一个洞，这边一个洞，我们只能速度快一点。直接从这个洞给它勾出来，来吧，哎，喂，别跑到这个洞里面去，很大，也还行哦。奇怪了，今天那个个头都不是特别大哦。对，那就是特别大。喂，你干嘛？你现在想你峰哥吗？一见你峰哥，两见你峰哥。看来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二三两、五六两的哦。对，都这么大，都基本上都是这么大，还行，运气好。前面有会空气，没想到今天中午看来还算可以的哦。个头就不怎么大，不是很大，还算还行吧。哎，有啊，有动静。对，有啊。有动静的话，肯定是有啊。哦，有没听到？有。这个动静感觉不小。哎，终于碰到很大的了啊！就不来吧？怎么样？可以。可能是目前为止碰到最大的一个，
就那一个。应该有个五到六年吧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可以。喂，你干嘛？你还这么凶？哇，过了可能起码有个二十来分钟，才给他过出来。还不错啊，兄弟啊。嗯。看来我们今天又是放他的节奏啊。对啊。已经过了很多个了。赶紧，接下来场主已经马上闪过来了。我们留守这个草地还没铲到石头这边来，前面下去找我看，看能不能多过一点。今天目前为止已经发财了，赚个小财了啊！对，再来找我看，赶紧的。现在草地已经铲到石头这边来了，你看，然后那前面也没什么消息了，那我们就不找了吧，就准备回家了吧。不然他这条路就过不去，过不去。顺便你看，稍微慢慢一点上，就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，然后就准备上岸卖钱。今天收获还不错啊，可能今天按个头的话，肯定要破纪录了，是不是？总共有60，今天这个60应该有个3斤左右吧？对，有吧？两三斤应该是有，我给你卖不少钱啊。过了差不多有个3到4个小时，过了是可以卖个300左右的清蟹，也是我还行哦，也是我发个小财。走吧，那赶紧上回家买钱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见哦，拜拜。